我终于来了，这就是以上游戏一场梦。嘿，这是你的身份信息，你现在可以打开看一下。您在本期的角色是赵建黎。 角色简介：战国末年，燕国人，最早的脊柱能手，生活只有音乐和刺杀两件事。活着的目标很纯粹。刺客，哇，老哥有味儿了！呜呼，请到等位区就位。我来了，欢迎我们的赵饶。 你是谁啊？你管我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哪位啊你？这还看不出来吗？哎呀，醒哥，啊不，分哥，那可不是分哥吗？分哥，那必须分哥。你怎么回事？怎么样？你这胡子，长得有点快，让人还挺合适这个，你别说。